这个我们家这个首付可是20万呀，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那个我们家那房子呀，全款啊，我付的。爸呀，他骂我。 是吧？别问了，越问越打脸，你不疼啊？我必须得问他。我再问问你，你脸上有痦子吗？这还真没有。我有，嘿嘿，我有。你们仔细看看，鼻子下边有个痦子。哎，他没有。姐夫厉害，姐夫厉害，姐夫厉害。我有。没有。哎呀，爸，再问他，他还拜。哪儿工作呀？ 哦，在前进村，在哪儿？前进村啊！街坊邻居们都听见了吧？爸妈你们也听见了吧？嘿嘿，这是个农村的。<笑>农村的咋了？听说现在农村建设的老好了。5年前我就想跟你妈回农村老家去落户，你说你帮我办，到现在你办成了吗？你也没请我吃饭呢。你根本就办不了这个事儿。<笑>伯父伯母，现在呀。 很多年轻人选择从城里回到农村，积极支持农村的建设。今天的农村绝对是今非昔比。对对，我也没说农村不好，不是？我这个意思是说呀，你现在在农村干得挺好，今后是怎么打算的？说到今后啊，我想让每一位村民都富起来，让每一寸土地。 都美丽起来，粉墙黛瓦，小桥流水，展望苍穹，一望无垠。看，一只燕子从湖面轻轻掠过，泛起了层层涟漪。你们看看，绿水青山，农村美景，美不胜收。 哎，你们说，美不美？美呀！太美了，我就喜欢呐。老头子，到时候我跟小美丽一准到农村住去。你要去我就去。你去干啥呀？随娘改嫁。别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咱们都去。我看这小子。行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你接电话，你接电话。这小子行。行吧。哎，有眼光。儿子。哎。 爸爸正忙着呢啊，那个一会儿，喂，这儿信号不好，我旁边一点。儿子，对，爸妈，你听见没有？这苹果好像有个儿子，儿子都是妈生，还有媳妇儿。媳妇儿啊，那个我先挂了，我忙工作呢啊。哎呦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咱们继续谈。出去。好嘞。 不是我为什么要出去啊？哎呦，你这个苹果还是个惯犯呢，总惯犯了我。整天抱着这一箱苹果骗人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弄箱苹果就想骗我们啊？小乔我们了，有能耐换2箱榴莲来试试？咱村种不出榴莲呀。哎，别搁这折了。我折啥了？你有孩子有老婆，拿着苹果骗我们家小米粒，快抱着苹果回家跟你。来来来来，小米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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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米
不，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你坐，你胆子大呀，董事长，不，董事长，你看，你得罪董事长，不是，我不好意思啊，你看你们领导之间谈工作呢，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、啊？方便。董事长咋说话这样呢？董事长，我要不要回避一下呢？不用，真不用吗？不用啊！哎呀，对了，你看咱公司大事儿，董事长，你看这有一份这个刚刚人家传过来的1000万的合同，你看这个咱们公司谁签一下呢？不是，董事长您签吧。
我签合适吗？那您签的不合适，那我签的那就更不合适了。干啥呢？怎么跟你司机说话这么客气？气场，这来起来，气场碾压他。啊！哎呀，不是这字，您看您是不是签一下？不，那个不是，我们公司是这样，1000万以下呢都司机签，2000万以上的才董事长签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还忘了一茬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规矩，1000万都司机签。这个董事长，这有一份2000万的，您签了呗？你看这个，这是2000万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我不装了，我给你唱加油去吧。来，这孩子，你说，哎呀，多亏了这位司机叔叔了。你这打是谁司机叔叔？刘啊刘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毛病又犯了。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提醒你多少回呀？别装别装，老吹牛，提啥你？知道了，我这不早就看出来了，在这装的露馅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压根我就不发。行了，你也别装了你。这家伙，你以为穿上这衣服你就是经理了？脸不还那么长吗？这孩子，你瞧，我说你们这年轻人，你们都怎么回事啊？这呀，装啥？吹啥呀？吹呀！事业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过来的，你以为换个衣服就行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小王其实挺好的啊，人是个老实人，是吧？你这样，你就看在哥的面子上。再原谅他一回行不？哥，那我再问你一句啊，这钱真是你的？我的。你没替他顶缸吧？没顶。行，哥，哎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谢谢，看在你的面子。行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回家。哥啊，我回去了啊。哥啊，我怎么觉得我媳妇儿挺信任你啊？我觉得也是。别跟他捣乱，信任啥呀？这回帮你顶了缸以后，还能信任我吗？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跟媳妇儿藏啥私房钱呢？啊，你就是藏，你也不能让弟妹发现呢。说啥呢？我是说，你不能藏私房钱。对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对，来，把钱拿着，给你媳妇儿送回去。行啊，拿着。哎，哥，这钱不是我的，你的。你这人，你都走了，媳妇儿，你咋还要说瞎话呢？这是你的，刚才我不过来换衣服吗？回去我就发现衣服兜里多了2000块钱，是你把钱放我兜里了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这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哥啊，我是不是话说多了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但是现在这情况，我也没法替你顶缸了。我先走了哈，哥。哎，护具给你留着。一会儿用得上。我放奶奶也不傻是不是？多傻呗！不是，这么的啊，爷，你也别着急，你这么的啊，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，你就说这货啊不行，有问题，不卖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做买卖有这么干的吗？啊，你说。说出来的话那吞进去吗？你讲不讲点信誉了？要不要个脸了？要钱要脸呢？要脸。退休金没了。要钱。赶紧打电话呀，那呀。打电话。要钱了，赶紧。行，我实话实说吧，你怎么办？哎，爷，你过来，过来。我怎么了？千万别实话实说啊。那不怎么办？定金都收了，实话实说，咱俩就赔了。不，那怎么办？不实话实说，你不。你先打电话让他来，完事我想办法啊。这想办法，赶紧的。哎呦我，你说我这么多余吗？你说没事找老范打个扑克下个棋多好，非得干这个破买卖。你说这你，哎，老米啊，想起来什么？三爷，你不用问什么事，你来吧，干啥？哎呀，你说这，我你说你找你，不是想好了吗？那个，爷爷，你真的啊？范奶奶来了，范奶奶，你啥也别说。那怎么我不说？你就，他说啥你就啊一答应。好什么？其他事交给我。好什么？记住没？啊，那记住没？嗯啊，交给我。嗯啊。
啊？哦，啊，这不是掉了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老王大哥！哎呀，找我啥事儿啊？你给我蹭做饭去啊？不是，你找我来啥事儿？啊？啊？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？嗯。赶紧上医院走。嗯，不是你，你可别停啊。嗯嗯，不是，这有病真得上医院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妈呀，倩儿啊，你这脸！傻奶奶，你坐，我和你慢慢说。哎，回来，情况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事情啊。是这么个事情，停停停停，孙子，哎，不管往下你要跟奶奶说啥，先把你手机这音乐关了，行不？奶奶一听心里就舒服。说这事儿呢，啊，平时你爸过生日，哪次你都不少给钱，那应该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呀，这次你别拿太多，你大姐夫他没钱，他没钱没，我跟你说。一家俩女婿不能个个都有本事，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。是妈知道，哎，可是这次 啊你别拿太多啊，放心放心，意思就是多了，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啊，他说呀他卯大劲啊也就能拿10666，不少了啊。妈放心放心，我刚才没听清楚，他要拿多少？10666。那我是他的十倍，我是多少啊？106666啊！10多万我哪儿借去呀我？赵根子啊，你放下葱，你过来，太阴险了这个人。咋的了这是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咋啊？哎，我让你拿666，我那是害你啊？不是啊，我那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啊。那怎么又变成10666了呢？没有，你别跟我说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是，我在这个家里头一直压着你，每次爸过寿、妈过生日啊，我都是咔，你这儿当啷。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不好受是不是？不舒服你就说不舒服，装什么装啊？你看你，他家背后给我来一套啊啊！说666，现在拿10666，行，你拿吧，拿吧，你听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我什么身份？行，我觉得你拿的还少，有本事你拿20666。哎呀，跟我这装，行，拿吧。咋的了这是？哎，大姑爷啊！啊，刚才我听二女婿在这吵啥呢？啊，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嫌你钱拿少了？哎，啊，有可能。没事，你放心。啊，妈又给你备一万。行不？妈呀，您不能再给我钱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听妈的，没错。不是妈，去那么多活呢，帮妈忙过去去。哎，该干啥干啥啊，快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你就帮我这个忙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二姑爷，就十来万。哎，妈。二姑爷。妈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。那啥呀，你大姐夫没钱。没钱，他没钱，他装他没钱。不是，你爸这回你就意思意思哈，让他也匀匀，心里头能平衡点。你可别拿太多了啊！我该我拿的我一定拿，你放心吧啊！哎呀，刚才我跟他说了，叫他多拿点儿。这回拿20666，不少了啊！我去上票去。主要在我，你放心，我回头说一下。那个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大姐夫啊，那个呀，你们家洗衣服呀，啊，不是，咱们家呀，啊，洗衣服，错没错啊？但是有一件衣服还立功了，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家衣服立功了啊？哪件衣服立功了？一条丝袜呀，丝袜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立功了！真的呢，逗你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咱家一条丝袜立功了！
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哪讲理去？你说我在物业，我干二十多年，我没立功，一条丝袜晾一会儿立功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丝袜立功了，这是怎么样的一条丝袜呢？这是一条神奇的丝袜呀！啊，这是一条有想法的丝袜。哦，啊，今天呢？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跑进来一条狗。哦，那狗啊看见那小孩在院里玩，那狗就追呀。 啊狗越追小孩越跑，小孩越跑狗越追，那狗眼看就要追到小孩的时候，唰，从天而降的这条丝袜呀，啪，就呼到了狗的眼睛上，使狗迷失了方向，小孩得救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丝袜能飘那老远啊，那得多兜风啊。哎，我估计是我大姐那条。嗯，有可能。不会。嗯，不可能。怎么的？要真是你大姐的丝袜啊，就直接把狗套里边。这有道理。有可能。嗯，对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好好好。哎，是我。哎呀，哎呀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咋的了吧？出事了？怎么的？你晾几条袜子？三条啊。这就剩俩了，丢一条。丢什么丢？咱家那套飘出去立功去了。丝袜。什么？这么严重吗？啊？那行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笨笨，又出啥事儿了？怎么回事？还是你们家那条丝袜呀？不是立功了吗？是，立完功之后可能有些膨胀了，啊、又出去惹祸了。这呼完狗眼睛之后啊，这条丝袜又起飞了，就飞到咱们小区的喷泉里。啊，那抽水泵啊，正好一抽，把那丝袜就抽进去了，这把喷泉堵着，这喷不出来了。完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那泵啊，老容易坏了。这丝袜一堵进去，泵肯定坏了。是这不是得修啊？那怎么也得赔钱让人修啊？那咱赔？哎呀，这我们赔，因为这丝袜是我们家的，爸，咱家赔。行，那这个丝袜就算我的，我赔吧。啊，丝袜是我的，我赔。丝袜是我的，我。笨笨，哎呀，我找了你一大圈啊，笨笨。他们物业说你可能在赵副经理家，我就找来了。秘密，你现在找我有事啊？笨笨。我可能惹祸了，我今天洗了一条丝袜，我正合计往哪挂呢，我从十五楼往下一看，哎，赵副经理他们家丝袜挂在窗户外边了，我一想我得跟着他走啊，于是我也挂出来了，可是我刚一晾出来啊，呜，来了一阵大风，我那丝袜就飘走了，我眼瞅着他飘飘悠悠，飘飘悠悠就往咱们小区喷泉方向去了，然后那个喷泉就不喷水了，我这是不是给咱小区喷泉添堵了？我合计我得赶紧跟你们说一声，我得赔呀，得赔多钱呀？哎呀，秘密啊，这原来你的丝袜啊？啊，这是秘密的丝袜，我的丝袜。我说怎么？那个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接个电话。来来来，秘密，快坐上。哎哎，小米呀，倒点水。哎，快坐快坐。怎么办呀？秘密呀。啊。我真没想到，我跟你说，爸，哎，这我跟你说啊，秘密要是不说的话，谁知道是他的丝袜呀？对，对不对？这多诚实啊！而且你就是为了要修这个辈儿，这俩跑前跑后的，从物业又跑我们家来，你这就是担当精神，这有责任感。对。这咱得学学。拿丢了你香了不就完了吗？更可气的。他说我是妖孽，他说的对，你给我直接出去对去，能不能唱？不能唱，走出去。完犊子，不好使。今天谁也不赢走。啥玩意儿？咋呢？哎呦我，接手了呀！别伤害，别伤害。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要问燕子你哥哪来，燕子说别伤害，别伤害你。哎，归队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。小区里都是啥人啊？哎呀，人气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空气爱情呀。李宝杰，你搁这干啥呢？咋了这是？妈呀，开睡衣趴呢。啊，先别唠没有用的啊，先给他来上一声。是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告诉你，小米粒子，咱家
那点钱都让你学艺术了，咋了这是？啊，咋了？跟你说，赶紧唱，把咱们的脸挣回来。脸咋的了？不要脸了，要的是咱们小区的荣誉。有啥事这么严重啊？我唱吧，唱吧。那我给大家演唱一首《花腔女高音》国语选段。哦。哎呀，整这老高的干啥呀？嗓子唱劈了，跑调呢？整个简单点。对，是啊，简单点啊。啊，那我就唱一首意大利原文的《茶花女》选段。等会儿，宝琴，你会意大利文吗？一点儿。会。又咋的了？他会一点儿，外听出来你唱错了，多缺人啊！是啊。要不然我唱粤语的。别唱粤语的，从根上唱。唱胎教那种越简单越好。对，对简单的我也不会呀。唱啊，姑娘，快点的。啊，那我就唱一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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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唱呢。这歌我们都会唱，你选的好啊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别等着了，来，听他唱。声音吧，那啥，我不是怕你俩打起来吗？他在后边洗澡呢。那干脆你进来给我搓搓后背吧，我够不着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他搓搓后背去啊。这都什么关系啊？保姆管搓背？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完事了，完事了，来来你坐吧。你离我远点。你这保姆当的不易呀！啊，习惯了，十来年了。那就是说你还挺忍辱负重的呗？我啊，这是不正经家庭雇佣你这不正经保姆呗？哎，你咋说话呢你呀？我咋说话的？你咋说话的呀？赵刚不在家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呀，我他妈呀！你又来了。我估摸着今天你就得来我家闹来。站那儿。我跟你说，为啥锁你车？坐那儿。我坐着也是这个话。为啥锁你家车？地上。刚子。哎。你的个人情况呢？我已经完全掌握了。我啥情况你掌握了呀？你口味挺重啊。我是爱吃大葱啊，对，顿顿他都吃。你就别说话了，赵刚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个人爱好呢，我可以不妨碍，但是姐今后在小区的所作所为，你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听见没？我咋觉得我啥事儿被他拿着了呢？他拿我啥了？行了，别装了，我不都说了吗？你的秘密我可以替你保密。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啥秘密你替我保密呀、啊？还非得让我说明吗？你说。洗澡。啥洗澡？搓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搓澡也算秘密啊？我全中国都有这个秘密。行行，都对啊。行，麻溜的把我车开开行不？车肯定给你开。但是我再次跟你说，你要是乱停车的话，以后还得锁你的车。不是赵刚子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啊，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？什么臭不要？你信不信我到物业一扒吧，你这身皮就得给我扒了。哎呀，咋着？你还要到物业告我去呀？这回你又告我啥呀？都是本地狐狸，你在这跟我俩装刁呢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宝贝，等会儿，你说清楚了啊！我勾搭谁了？我勾搭谁？你说清楚！我他。哦，我勾搭他呀，那我是勾搭了啊！我天天勾搭他，我勾搭他十几年了，我必须勾搭他，我不勾搭他，他不高兴，是不？啊，对。
臭不要呢？哎呀妈，这叫臭不要啊！我今天给你来个完美的臭不要，看着啊！哎呦，太明目张胆了吧这也啊！这还算明目张胆呢？多恶心！我告你俩去！我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么告我不行，你没证据，来，你干啥？手机举起来，你拍个视频，这就当证据了。为了让你能够停好车，我今天还就臭不要了我。一个字，绝。